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乐言。编程这项看似遥不可及的高新技术，已经辐射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，大到各种复杂程序，小到空调、冰箱，甚至是遥控器。它已经不再是计算机人才的专利，小朋友们也可以学习简单的编程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可编程机器人可通过遥控器或者手机 APP 控制，按下动作编程键，开始动作编程，即开启编程模式。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设定机器人的动作顺序，如步行前进、右手上、左手上、扭腰。按键最多可达50个，再次点击动作编程键，执行编程，机器人即开始执行编程。具有人工智能降噪系统、3D 立体环绕式设备、高清优良声效、发音清晰，能够更好地引导小朋友们标准发声。嗨，小朋友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来自外太空的太空战警卡尔。可编程机器人具有可触摸屏幕，轻触机器人头部即可立即做出反应，触摸感应控制给操作者带来全新的交互式体验，能够更加高效地沉浸其中。LED 眼型灯光与胸口灯柔和舒缓，能够有效保护孩子的双眼。手臂关节灵活，大幅度的手臂活动通通不在话下。脚底灵活的滑轮也让机器人在行动中更加出色，让孩子体验不一样的快乐。小朋友们通过和编程机器人进行互动，可玩可学，可以逐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逻辑思维能力，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更加好奇。我想学英语。好的，马上开讲。I tried。能歌善舞还会说，学习探索好合作。可编程机器人在小朋友们探索的过程当中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全方位助力孩子们开发智力，帮助他们均衡发展，带领他们探索世界。机器人，我要睡觉了，讲个故事吧。收到命令。天文学家，有个天文学家，每天晚上照例都到外面去观测星象。有一回，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茶会盒子。你喝茶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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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茶吗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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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茶吗？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高雅。喝茶是一件充满享受但又费时费力的事儿。泡一次茶，单茶具就有10来种，茶杯、茶壶、公道杯、主人杯，清洗起来也十分费事儿，并且受地点限制，只能在室内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可以随身携带的茶会盒子，一起来瞧一瞧吧。这款茶会盒子是一个便携的旅行茶具，无论你在出差、旅行还是户外，都可以随时随地地享受泡茶的乐趣。小小一只，不占空间，放在包里就能带走，重量轻便，最大限度减少出行负担。每个茶盒配备了3只茶杯，并且每只茶杯的底部都贴心地印上了不同的图案，再也不用担心和别人用错茶杯了。
姐妹们，你们想喝什么茶？有正山小种、信阳毛尖，还有武夷岩茶。而且呀，这个茶杯是双层的，隔热不烫手，拿着特别舒服。周末愉快。茶会盒子拥有多数茶的品类，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，让你感受唇齿间的清香。茶会盒子还采用可食用竹浆与甘蔗浆料配比压制而成，材料环保可降解，喝完可以直接丢掉，多次冲泡，用完即扔，是一款免清洗的懒人茶盒。这款茶会盒子不仅方便携带，外观还很好看。但是有人问，热水怎么解决呢？其实呀，现在公共设施已经非常全面了，像公园、高铁、露营地都有专门的热水供应点。有了这款茶会盒子，无论你是出差、旅行还是郊游，都能随时随地享受泡茶的愉悦，打破喝茶的限制，实现多人会客交友，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的潮流新选择。快来跟我一起喝茶吧！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《时尚新科技》，光影放映机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雨茹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光影随处可见，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电影、电视机，其实都是光影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。我手中的这款光影放映机，别看它小小的，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乐趣，轻松掌握光影的奥秘。还等什么？赶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光影放映机采用四阶段进阶光实验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影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影子是一种光学现象，产生的三个要素分别是光源、物体、投影面。由于物体遮住了光的传播，所以光源没有办法直接照射在投影面上，进而在投影面上形成了较暗的区域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影子。光影放映机还可以讲故事、看动画，它不仅有光影的静态呈现，也有 DIY 动态演示，只要用手推动卡片，就能使影子忽大忽小，也能看到跳跃的小人。光影放映机通过对传统光学实验的加工与设计，设置了多种百变的光影小动画，就像一台简易的电影放映机一样，让科学实验瞬间变为趣味小剧场。这个放映机含有红、蓝、绿三个颜色的遮罩，可以随意组合，充分了解当光的三原色互相重叠时会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新颜色。光影放映机配有轻量化器材，采用一体式收纳，便携手提，并利用可伸缩实验平台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一场光影探究，是孩子们专属的光影实验室。光影放映机通过简单的光学实验，将抽象的光学知识变成看得见的主题动画，有效激发了孩子们的探索能力。同时，光影放映机利用多重光学关系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光影小剧场，让我们在光影的世界中一同畅游吧。